脑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我们互相学习，一起努力，一起成长。过去20多年来，我服务过无数的客人，这一路走来的成脑学习跟成长非常非常的多。知道有人支持我们，这种感觉真好。学到的东西是你累积在自己的身上的技能，没有人抢得走。在这里，我学会了沟通的艺术。我挑商品的准度比鹰眼还厉害。门市的团队环境让我觉得很值得学习。每个顾客的意见，我们都用心倾听，帮你打理生活中的大小事。我们与原厂品牌合作，提供最好的商品交到你手中。我希望顾客来到门市的时候，都有种宾至如归的感受。顾客的笑容就是我们的动力。最让我觉得感动的是，客人很诚挚地对我说出谢谢。客人就是朋友，要为朋友两肋插刀。谢谢你让我的付出更有意义，把我们这种对故乡的情感也传递给我们的孩子，可以更珍惜身旁的事物，更珍惜家人，将这份善良的力量散播给更多人。我们以超越自己为目标，用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。台湾是我的家，希望能成为大家的好邻居。我们会持续用热忱感动你的生活，让你的生活更简单、更聪明、更美好。